今天喝不少。 亲爱的，你在这傻站着干嘛呢？你干嘛去了？找孟小薇去了是吧？我找什么孟小薇呀？你能不这么疑神疑鬼的吗？哎呀，你干嘛呢？你身上谁的香水味啊？什么谁的香水味啊？哪儿有啊？ 跟孟小薇分手了，这回没人影响你们了，对吧？你能不这样吗？啊！你再这么说，我真生气了。不是你外套呢？外套呢？落公司了吧？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在公司忙一天了。落公司了？你怎么不把自己落公司啊？我看你回去在公司睡，别回来了。